十子之首于子偕老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若有幸得你垂怜，愿放下所有倾国一匹。红颜心动，风雨婚嫁。马公子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交换更替。妙儿，裴大人呢？妙妙，你跟我走。你们两个人闹够了没有啊？同样身为妙妙的前夫，为什么只邀请了裴大人？啊，我本就无心情爱之事，端看沈妙身上有无我想用的。宋希远温柔多金，才俊风流。你既然报了我的人，你自然是要负责的。妙妙，我对你可是真情实意啊，他对你是虚情假意的。妙儿，之前在两位的休书上写的一清二楚，人财两清，互不干涉。沈妙她到底只是你的一颗棋子，还是你真心想待之人？如果被她发现这场婚姻从头到尾只是一场算计，她会怎么想？你对我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朝堂之上，外戚弄权，欺上瞒下，臣定辅佐陛下重掌权柄。此番回朝，就是为了替陛下清君侧。我一定要折断长安所有的可用之人吗？只有母后是对你最好之人。以你对我沈家所为，对我所为，难道我不该杀了你吗？别如此想要我的性命。你我曾经相爱过，可是我一定是你最为憎恨的那个人。